那这样我也还好。Thank you.
是说感觉开放的面积以前的一年代里面的时候就是面试的这种面积然后比较高兴那么让地方的结果是什么其实还是学习的一种看点看但是我是毕竟就是我这种的我是不是怎么那么上一代的就是说一个围过围又一点嗨其实有时候感觉我们当年哪里对主要是你是你以前你以前你先去做什么就是还有动人民币So, that was the end of the game.